这个哈、哦、叫 FV future value 哈、哦，就是未来的价值，我们就打一个 FV， OK， 它就跳进来了。那再来按确定之后的话，那特别注意哈、哦，有一些这个这边有五个参数，不过呢，不是每一个参数都需要，有些可以省略的。那我们只要一个萝卜一个坑，反正这里哈、哦，其实只要三个参数就可以了。另外两个参数，像这个 PMT 分期付款这个部分不需要。因为我没有分期付款，还有像 PV 现值也不这个地方 PV 是现值也不需要，所以这两个参数可以不需要，那你就可以很简单的嘛，因为我们也只有三个东西给他，第一个是 rent 什么呢？利率嘛，对不对？利率在哪？利率在这里啊，对，然后再来是这个哈 amper 哈，这个是指的是每年付款的总期数，那期数部分的话呢，其实就是上面这一个，啊，几期，几年的意思了哈，几年哈，一年、两年、三年的意思哈。那再来的话呢，这个地方最后还有一个是，总期数 ，PMT A， 再来是，更正一下 ，PV 哈 ，PV 是现值。type 才是省略哈、哦，这个 type 为付款啊、这个代表付款何时到期，这个部分也可以省略哈、哦，零或省略表示哈、哦、为这个哈、哦、期末给给付了哈，期末就是最后到期才给付嘛，所以我们是期末最后你如果是定存的话呢，最后再给付就可以，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type 也不需要。那 PV 的部分就是现值，现值的话呢，就是说呢，如果你今天是跟银行贷款的话呢。那这个地方呢，你就选择存这个存款金额。不过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它是主要是根据贷款的金额。